兄弟，给给，恩爱，喊秃噜了，像话，我师弟，哎哎，我师弟高峰，哎，啊、是我，情同骨肉一般，嗯，真的、啊，骨肉兄弟，骨肉相连，嗨、哎。我们这还有脆骨呢，算是一串吧，哈，十块钱四串。这个西河的这门就评书这个门吧，啊，我们仨亲师兄弟，对了，师承是金文生先生，金先生，我们的老恩师是。哎，之前你嫂子给先生买的药送去了，我可送去，有相片为证。哦，那行了，哎，先生打电话说你，老头跟药的相片啊，老头要哈，对，我给他了，都是。那行了啊，这个说相声、说快板、说书、教书都好。德云社总教习，凡是这几年来德云社的学生一进门都是高老先教，嗯，从任门不会开始教，教到三年四年差不多有模样了、嗯、才归到我这儿来，我是贪他人之功，所以说高老在我心里边确实是很高大，实话实说，是的，哎，不贪名不贪利，谢谢各位，甘守清贫，我原来老抬杠，因为我太了解我们这个行业了啊，对，有时介绍某某老艺术家甘守清贫淡泊名利，列位真是我说就说话得罪人、嗯、真的啊，我这也好说实话，那沾酒不醉喝得少，见色不迷那是摸不着，嗨，不是吗，还有顺口溜呢，哎，我比如说我要能活到八九十哈、嗯、我就把我们这行我给你们写本书，我给你们说说这些人背后怎么回事了、哎、但我估计到那会儿就不行了，他们就得害我，你要再说这更得害你了，就是这朋友都支持您的啊、嗯、这个一人一个活法，但是高贤弟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行业内部的人，哎呀您可别这么说、啊、实话实说，您可别说，放弃了多少次拍电影做节目的机会啊、嗯、这个我们这行都是这样，都愿意出去拍个戏去吧，演个什么去吧，他没有多少次找到跟前，我别去，我还有课呢，就是给孩子上课，晚上小圆子还说相声呢，他是真爱相声，我喜欢相声，实话实说，这些年来我兄弟为我操了不少的心，嗯，所以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希望高峰能够红起来，嗯，但实话实说，但他这人可能这个年头他这个性格也不太适合这个社会，哎啊，我就得死去了，干嗯，你也别死，我都不适合社会了，你想你这样你开着你那夏利啊等小三儿，跟着求字儿去、嗯、哎，三十晚上去最好是吧、啊、买着花去啊、哎、能说能唱，哎您客气，能说能唱啊、嗯、这个好几千观众这会儿都没走，对，说句良心话我挺感动，我刚说没走你就站起来了，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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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家给您叫人去了啊，尿尿去了，希望你圆满成功，废话一定要尿好，尿不好看你有什么脸回来见你，嗨，你看人这些人都原地解决，哇，我说这么骚气呢，您甭操这心了，我就是啊好操心，哎呀操心啊，这个说一半，那个你要给大伙唱什么摇滚来着，唱一个苦行僧，苦行僧啊，什么僧，唱一二五松吧，假行僧，咱们来什么呀，听您的，别听我的，因为这个高老师能唱啊，你看有人爱听快板，你带板了吗，没有啊，哎，于老师这板打的可不错，于老师带板那要了于老师这是你大哥说的、哎、今天现场来了好几千人，对啊，我们要郑重其事的跟于谦老师谈一谈板子的问题，好，列位你瞧我们仨快板都有师承， 对， 对，我跟高峰是王派传人，哎，对，王凤山王先生王派传人，谦儿哥高派传人，我的传人，谁说的，高凤山先生，高凤山先生的传人、哎、差不多差不多，快板三大流派王高李、嗯、李指的是李润杰先生，对啊，我们俩是这是王派的那是高派的，嗯，但是这么些年来于谦老师拒绝触摸主板，你看他不愿意来这个，听我说导致我们很多节目不能上演、嗯、比如说同仁堂，你看看，比如说鼠来宝紧接趟子这些个节目都不能动，哎呀对，嘴鼠来宝包括三节拜花像，呵，三节拜花像多少事儿？现如今您能找到的资料不管是视频音频健在的去世的
都算上，所有人说这个都是当翻场小段说的。嗯，实际上三节拜花像是一个大节目，嗯，是一个大的。这三个节，两个人化妆成老头老太太，怎么出去要钱去？是吧？我无数次的跟谦儿哥提过这个问题，他不愿意。他说等他犯了错误的时候，用这个来做惩罚啊。咱们今天同着现场的观众，于老师，您起个誓，您打算什么时候说这个？我跟您说实话啊，高凤山先生的再传弟子，高凤山先生的徒弟是我的先生石富宽先生，哎，打小学快板，后来改相声，收我的时候呢，他就一直说相声。我呢拜了师以后，我知道我是高门弟子，不会快板，相声也应该学，我就找我师傅，我说师傅您教教我快板，您给我一副板，我这也没有啊，我这就有一副板是你师爷传给我的，这我不能给你。一家鸡贼碰一块了啊！我一收徒弟，三十副、五十副的给啊，这你是证明人吧？没听说过。哎、我下回不收你。您这是拿通厕所那改的，您这个哪儿那么些去？大猪蹄子。您接着说您这个。这个呢，后来我说，嗨，你别学这个了，我都不说了，你还说他干嘛？好好说相声就完了。我呢当时还想学，买了一副板在家练。说实话，我这个人天生来对乐器方面就特别的没有灵感，没有灵性。想当初学吉他，学什么乐器都是拉两下就搁那儿了，不愿意动。吉他拉两下这事儿呢，不，当时您蹲着练的、哎、是差不多该擦了，就别练了。弹两下吉他，那时候还学二胡，哎，他给搁一块儿，嗯，然后呢，板也是，也算乐器的一种，这种响器我真的打击乐，对，所以呢，到现在也一直没坚持下来。但是你要说真不会，打上几个点也成，但是我就不愿意在这么多朋友面前献丑，所以这些东西我就基本上没说。如果高老师，这个郭老师这一个劲儿的撺弄我，嗯，这回今儿是不行了。您白鼓掌了，您看，今儿没带板儿，这个我还真得再练一练。虽然会点，上台的标准还真是不够。等我再练呢，练一段时间，等我真的犯了大错误，等好的，等适合的场合吧。郭老师，您看，咱们真演一回，找一合适机会，一个人争取一回，咱们哥俩来一回三节拜花像，唱全的，没问题。咱们来一回这个啊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哪天跟高峰，哎，咱们拆一回这个双锁山。哎，我也会唱这段《双锁山》，高俊宝啊，这个收齐刘金定，咱们拆一回，哎、好好好，再来一回，咱们仨人的、嗯，咱们有一个传统节目叫《大钢剑》，从开天辟地一直唱到民国，唱到民国上下五千年，有这么一段，这个太累了，一人盯不下来，嗯，咱弄好了，咱们仨人好，咱用三种乐器给大伙唱一回，我们今儿许给大伙了啊，哎、嗯，你们回去下功夫去，可有这么个事儿啊？好。那么接下来该高老师唱歌了，哎，还没忘这段呢，没忘。高老师能唱，能唱。高老师来什么呀？我真唱了。高老师有嗓子，我嫂子都在后台坐着、啊。高老师，咱们让高老师唱一京剧也行，是吧？京剧啊，行吗？嗨，我真是，我先谢谢各位啊。嗯，不是说不唱，我一唱出来呀、啊，怕你没饭了。哎，淡泊名利。不是，但是咱在艺术上还是很钻研的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唱这个抢饭是吧？听的话这么别扭呢？别着急，我一唱谁还听他呀？哦，是这么个意思啊？就这意思。我服，我心服口服，是不是？心服口服。哎，但是您老这么说，咱们家里人知道，有高峰唱的不错，啊就是、调门也高也冲啊。啊，人大伙儿不知道，不是大伙儿不知道，我都没听过，都不知道。对，不是，列位，你们来着了，早退的各位后悔吧。各位朋友啊，可能您有听过我说相声的，我说相声到今天也十了多年了，我可从来没漏过、啊、就没唱过，基本上我一句都没唱过。嗯，郭老师，真是，我一想你能大庭广众唱、啊、我替你都沸腾了，我都要啊，您哪儿都沸腾了。嗯，今儿个完了、嗯、今天我把哎各位的面子交给您二位了。哎，哦，喝出去了，嘿，非让唱咱就来一回。好啊，好不好几位？好，你这个状态我都想起郭麒麟来了。哎，您打住啊，想他干什么？不是，你刚才那风格跟我儿子一样啊。啊，我儿子在家里跟谁抬杠啊？你惹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十五年没杀人了。你今年多大？十五了。哎，对，那就是没杀过哈、啊。就是他胆小。你这状态跟他一样的啊。随我主要。咱们今天这样啊，啊，知道你白。皮肤还细呢，咱们这样吧，我
抻个头，您接下签行不行？那您可得高高的。你告诉我是高是低？越高越好啊。问题太高我受不了。那没办法，你活该，对不对？谁让你出主意要唱来了？所以说这个合作这么些年了，跟他嗓子能一调门上的可不多。不，那是你发现的少，是吗？山外青山楼外楼。嗯，后一句呢？白云深处有人家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要有功夫，让孔云龙给你写点字吧。哎、我快打住吧。你多能把它谱成曲子。真得试试，他这调门实在是太高。真是的，是吗？咱探探底。调门跟个头儿都成正比，我告诉你说。哎，这是个奇迹！这，这个祸不红就不红吧，红了也是个祸害。嫉妒，这就叫我能嫉妒你吗？看你好，我痛快啊！哎，来，现在高老师越来越好，来吧，两口子都在德云社报幕，主持人是他媳妇儿。哎，你说不着这个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回来！好家伙，腿脚还挺利索。好，我们好了，跟一个人似的。哎呀，动如脱胎。现在都发展到这么明目张胆了，他这人淡泊名利，没你乱不了，这也不正经啊，这么厚道啊！于老师，您是评判员啊，我听听，哎，您给品评。咱说一出戏啊，来吧，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，这可有高腔，现代戏，我都担心我上得去上不去。您在最高那调，你接最后的高腔，来，啊，行吗？穿，您受累，长，你说这个是吗？个儿我是指不上你了。哎，对，我儿子以后比我高。嗯，啊，还是随我。弟妹，回来。什么演员呢？你说这是？我们跟一家人是一样的，那就是一家人呐。哎，您别搅和。哎，嫂子也来了。哎，咱们说到哪儿呢？重说吧，好吗？哎，重新说吧。嫂子上韩国整容去了。从这儿说，打头来啊，受得了吗？错安，不行，低，高高的。我说，哎，高高的，不是，错，行吗？你还高得了吗？那我就唱不了，咱别唱了，你死了这份心吧。嗯，这尊重观众，你不卖力气。错安，行，我只能这样，就差不多了，因为这高不了了，因为往后还得往上拔。错。行吗？那个，你救救你吧，没办法。来了啊，头回听说。来，穿林海，噔里哒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跨雪，很有气势。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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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净听乐队交响乐，你看啊，起冲，哦，小汉，哎呐，哎呀，好，天籁之音。您给评价评价。我听见什么了我就评价呀、啊、你让我听见一句了吗？咱这频率已经超过人类的极限了，那这么高的调门，人类已经无法阻止高峰的脚步了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活活海底捞似的了。怎么样，你看这、哎、起这么低的，您还喝水？您是对得起这水吗？你这是这段不赖，高没这水还低不了呢。再高点、哎、再来一个啊，再高点、啊、咱们再来一个红灯记怎么样？红灯李玉和，玉井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。这出监可是高腔，咱们可不玩笑了，交给我了。要这么唱，唱什么都无所谓。这是艺术，没听出来。穿行吗？来，再高点才好呢。穿，我不能再高，再高我活不了。就照这来就能听。当当当啷啷啷啷，哎，穿，哎。林好四郎好，我买爱不出街。
好，服不服？于老师，哎，活活内核，真的。哎，还真是挺白，你看。你是多累这玩意儿，高老师。哎，我用一句最时髦的语言形容您这段唱。您说，听完之后蛋疼。他说什么？淡定，蛋疼。淡定干嘛？哦，不是，您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，你别看不起我，告诉你，什么叫看不起？什么声不出？呵，又解扣又咬牙，这。活活卖力气，不这么什么没事儿卖什么力气呀、啊？甭看这个，你来得了吗？谁都来得了，你来得了吗？怎么来不了啊？这没有，就这咬牙瞪眼，谁不会、啊？你净说大话，这不好来，我告诉你，这还不好来？你能来吗？我这我来，你来一个，来。你说高腔我不行，咬牙瞪眼谁不会啊？啊，行吗？要这么唱就行。那他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哎，还好。这整容的又回来了，你看附了体儿了，您这。啊，行吗？来呀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来，我先练练声啊。这是勤学苦练的结果。啊，于老师，于老师几个月了？哎，四个月了，四个月，反应太猛烈了。废话，我怕唱不下去。来吧，你会成功的。哎。但愿吧，好吧，现在开始嘛，您唱吧，耶、yeah ，听着，来来来来，一见公子到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八大清桥，来，卯上了。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，是吗？哎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您这叫坏门，知道吗？怎么叫坏门？您倒吹呀！废话，本来就是一高腔，您在这儿唱低的时候也按您最高调门这么唱，高腔谁唱得上去？不单我，谁都唱不上去。谁都唱不上去。对了，我就唱得上去啊。你唱得上去，我唱得上去。好啊，那您唱啊，你来一个，来啊，来，我接你的，你给他洗头，来唱啊，来。一见公子到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八大清墙。唱，你在宫里待过吧？哎，你也管着管不着啊？我听这口风伺候过皇上。哎，我爬你那腔呢。好，咱们再来，来。站立宫阿门，八大清桥，九条坊。别比划了。差一点都没看住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还能看得住？哎，过来人有经验，我告诉你，我打哪儿过来的？打他们家过来的，没听说过，像话吗？你们有意思吗？哎，有意思，哎，有意思啊！哎、有什么意思？其实他们俩，你别看闹，他们俩关系是最好。哎，离得近，他们俩一个小区，对，一个小区。早先的时候，我跟谦儿哥我们挨着住，哎，后来我搬出去，搬出去，但他后来挨着。他们可能就前后院吧，是吧？啊，不远，前后院有点什么事儿，互相照应着。嗯，其实来说竟是竟麻烦谦儿哥，那没办法，老大哥，而且来说嫂子也疼人。哎、有时候这是刚结婚时间不长的，是喽。你看这状态，脸色还看得出来。嗯，与脸色没什么关系，还没缓过来呢嘛。好吧，还弄得两口子也抬杠拌嘴。哎，刚才这个小媳妇儿，这个就这高峰这太太，是这做派，还真像。啊还像、啊、我熟，关键是取一这个。嗯，高峰这媳妇儿那回还找谦儿哥痛诉去了，还别提呢，痛诉高峰不对，也是也是，两口子其实没有不抬杠拌嘴的，哎，哪有这马勺不碰过样的，都得是不是？去了去了，跟谦儿哥哭，你管他不管他，
谦儿哥怎么了？有事跟哥说。那是有个大哥的样。嗯，媳妇儿掏出一裤衩女人的内裤，你看看，那高峰口袋里发现的啊！你看他这刚结婚他就外遇了，这哭，这个真有哥哥样，是抓过来掖兜里，去，年轻。我们这一天到晚的，这拍戏啊，做节目什么的，有时道具什么的，服装。高峰的人我还不知道吗？哎，有歪的歹的吗？嘿，有邪的冲我说，对吗？我保他没事，就是啊，走回家，好好过日子。压事儿，两句话事就平了。高峰媳妇走了，于谦掏出裤衩，去哪儿的事儿去？你说啊？一回头，于谦媳妇过来，哎呦，我还找着，怎么在你这儿呢？哎呀！